兔小贝国学《弟子规》第二集。入则孝，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；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父母呼叫了，不要等很久才应答，要及时回应。父母交代的事情，不要偷懒或拖延，要立刻动身去做。父母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，要恭敬地听着。做错事，父母责备教育时，要虚心接受，承认错误，不能强词夺理。